一点也不稀奇。那人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？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爱上了他，你就自己找回去。他要是爱上了你，你就死在他手。是爱上了你，你就死